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让主角金秀贤成为亚洲爆红艺人，现在也确定接下新戏。就是这个招牌笑容让片商跟粉丝难以招架，而且新戏都还没开拍就已经造成话题，因为他所属的裴勇俊公司在宣布新戏后股票应声涨了 5.11%， 让公司市值冲破80亿台币。金秀贤可说是金鸡母，而且这回新戏的卡司也堪称梦幻。有爱情剧女王称号的孔孝真这回扮演音乐制作人，跟菜鸟节目制作人金秀贤有感情上的对手戏。另外像是野蛮女友里的车太贤，还有国民妹妹 IU 李智恩也都将加入新戏演出。四位明星的超人气组合不仅带动股价上涨，也让戏剧未演先轰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